我待会吃这个，我自己一个人边走边啃。不行，我觉得这场面太壮观了，我第一次出来吃的这么丰盛，你知道吗？是吧？那下次继续带着我拍呀。对啊。可以给我拍吗？在拍你啊。在拍我啊。这我朋友，他摆了半天，对。对，摆了半天 pose， 你还没给我拍下来。对，我来换一个摄影模式。漂亮漂亮漂亮，是美的啊。给个背影吧。好嘞，跳吧哈，我按查按对吧？一二。等一下。不要那么远嘛。
鞋子会湿。那鞋湿了呗。湿了。那就多了，展示一下沙滩。是吗？我刚犹豫了一下。哇，这海好美，不能停，不能停。一路上一片垃圾都没有。咋？你在香港吗？对啊，真的是一片垃圾都没有，整个路程走下来，而且水特别清。
走到终点了，朋友们，你们感觉怎么样？你在直播吗？没有啊，就是没关系了啦，这是我的同学红红梅同志。Hello， 今天感觉怎么样？不过瘾，还要再走十公里。还变态啊！快下雨嘞，你看那边。这里，这个小姑娘嘞。你们是不是这个？你太碍眼了你、啊、去101女孩吧明年。这是啥？卷海苔吗？我吃过了呀，你吃的是啥？仙草、那个、啊太累了，竟然有人说没有走够，我的鞋子都湿了，密达密达我的鞋子。这边我的孩子我们准备走热，降降降。